青年官兵是部队战斗力的主力军，幸福家庭是青年官兵献身国防的后盾，也是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倍增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随着各种军地联谊会和部队集体婚礼的公开举行和报道，社会越来越关注军人的恋爱和婚姻，也有更多的优秀未婚年轻人渴望成为军人家属。而我们今天的老兵就是这样一位从事甜蜜事业的红娘，邓达。有请老兵邓达。从战事报道员到婚恋达人，一颗心牵挂绿军营，一双手牵着红丝带，心手合一，七尺男儿化身温暖红娘。老兵你好，你好，老兵，欢迎邓达做客。老兵你好，来有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军旅作家张子莹老师参与我们的谈话，欢迎张老师。应该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比较浪漫，特别是年轻人应该会比较感兴趣。来，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现在请我们的兵哥哥们，左一拳，五谷脚，看到心仪的一定要下手快，打大心细。第一个对象哈，一定要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你今天一定会有收获的。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现场观众在看这个小片的时候跟我一样从头笑到尾，觉得这样的场面看着特别的温馨浪漫，是吧？这是一场军地青年的联谊活动，是吗？是的，这样的活动会经常举办吗？举办过多少次？那挺多的，我上次粗略的做个统计，好，这十二年来我们在全国27个城市大概做了300多场的军地联谊会。都是你去主持的吗？那没有，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企业还规模比较小，嗯，那从主持、策划、选题、沟通啊，基本上都是一两个人在做的。现在慢慢的就可以做幕后了，是吗？对对。邓达一看就是一个性格很开朗，而且办事很利索的一个小伙子，比较适合做这样的工作。那当初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婚恋红娘这方面的工作呢？做婚恋这一行其实跟我在部队当报道员的经历有关。那咱们就从当兵开始聊起吧。这可以说没有部队的经历哈，我不知道我今天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老家是湖南祁阳县的，在一个大山沟，算是大山沟了。当兵之前我还没有出过我们的县城啊，连坐电梯的机会都不多，所以来部队的话就是还是感慨蛮多的。那是去的是福建厦门同安。那邓达跟我们说说吧，刚到部队的时候适应吗？还比较适应吧。首先来讲，因为我们出生在大山里，体能方面可能还是可以的。我们经常爬山，我那个时候上学都是要这个爬坡的
啊，然后再加上经常被派公差去出黑板报啊，去抄抄文章啊，啊，做着会议记录啊，训练强度会稍微轻一些，啊。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来到部队，可能因为文笔好，因为写字好，就会改变他的这个人生。你是这样吗？从我的成长经历，在部队经营来看哈，真的还是要感谢这个写字啊，包括写文章这块啊，确实是这个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新兵文艺汇演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很大的龙字，然后还写了这个何为贵。作品展出的时候，刚好上级的领导过来检查，就觉得这个看得不错，然后刚好这个有这个岗位需要，就调到了机关。因为这个字写得好，领导一看说，嗯，这小伙子可以，我们这个重用一下是吗？就到机关了是吗？这比较幸运吧，就是因为这幅字改变了在部队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安排。任何年轻人，虽然是大家齐刷刷一起到了部队，表面上看来穿一样的衣服，被子叠的豆腐加方块好像是一样，但是你只要有任何一点的长处，对，你的班长、排长、连长，甚至我们说政治部的领导，他就能很敏锐地发现你的这些长处，对，邓达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被分到师部机关，我是油印，然后分发文件、传送文件，做一些这个文字方面的工作。那两年基本上自学完了这个高中的课程，然后在这工作间歇，读书学习，我觉得部队确实是个大熔炉啊，就像我们刚刚张老师说的样，他会发现人、培养人、塑造人，只要你有闪光点，部队会给你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因为你到机关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学习，就像我们说，很多战士到了部队都希望通过部队这几年抓紧学习，考个军校提个干。那你那时候有大量的学习时间，怎么样，考军校了吗？考了，我考的是那个士官学校，在山东潍坊地区的钦州，是一个第二炮兵的一个学校。你在学校学了多长时间？两年的话，因为接触了新闻报道，迷恋上了这个军事新闻采访写作。我那个时候还报了这个解放军报的这个新闻写作的函授班，所以从军校开始就慢慢变成了这个战时报道员了。战时报道员，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刚才邓达一开始给我们介绍，就是说我在部队是一个战时报道员。你还记不记得你发的第一篇报道？第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我们那个学员队去帮助当地的孤寡老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解决他一些需求，献爱心。那篇稿子在当地的《青春日报》发过，就是那一小块是吗？是的，是的，小豆腐块。兴奋了好几天发出来。拿到这4块钱稿费的时候兴奋了吗？没舍得花，寄回家。4块钱稿费还寄回家？特殊意义嘛。其实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豆腐块，也不要小看这仅仅只有4块钱的稿费。对于邓达那个时候来讲，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个巨大暗示，而且是现实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是对他前一段时间刚当兵入伍以后的所有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报，从而呢也让他坚定了他在部队继续奋斗和前进的一个目标。我这儿还有一篇啊，我这是打印出来的，也是在之前的这个报纸上发的。你看这个，学习使人攀高，一级士官邓达。我看这个文章写的就是回忆你在部队的时候的一些经历，从新兵连开始说起，一直到后来你考上了士官训练大队。然后呢，这块还专门写到你的一个学习过程，说为了掌握新闻写作的技巧，我参加了解放军报举办的新闻函授学习，并购买了相机，从新闻的5个 W 学起。寒冷的冬夜，为了防止冻伤，我经常裹着大衣静静地躲进学习室里学习。为了采访新闻素材，我几乎没有过闲着的双休日。苦心人天不负，我的辛勤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校两年间，我先后发表新闻稿件及文学作品30余篇。回顾军里走过的路程，我常想，对于一个入伍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来说，这一切的成绩都来自于踏实的耕耘，一步一个脚印。这一切的成功都来自于不懈的追求，因为学习会使人攀高。哇，这是当年邓达的一篇文章。这时候的邓达已经跟当初他离开家乡坐着新兵列车奔赴部队的时候不一样了。没错，这个时候他的人生
除了他最原始的那个目标以外，他有新的追求了。对，通过这些文章就已经透露出了他这种心机。其实报道员本身不是说他发了多少文章，而是在于报道员的工作使得他能够最近距离的最真实的了解部队官兵的很多生活。我那个时候部队是在福建，然后福建经常刮台风，台风一来我们的官兵会出动啊，去抢险救灾啊，灾后重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经常需要去处置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会经常去跟他去报道啊，当然也会去一些海岛，基本上数千公里的海防线大部分的这个哨所这个海岛基本上都去过。我们在电视上媒体上包括一些视频上看到过很多说台风来了的时候记者的这种报道其实是很危险的，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做报道的经历？我记得在2005年的7月份吧，一个叫海棠的台风，它风力也特别大，暴雨降雨量非常大，接到这个救援命令之后呢，我们去福州下面一个连江县啊去采访，那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哈，刚好跟我们同行一起去的这个福建电视台一个新闻频道的车就翻到了这个水沟里面去了，差点被洪水冲走了，那车上还有人啊，所以我们的官兵又返回来去抢救这辆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哈，我一直站在洪水当中拿着电话就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直接做连线，刚好一波浪打过来打到身上，因为我离他们稍稍有一点点距离，差点就被那个浪给卷走。这个经历哈，其实也是在这么多采访当中算比较惊险的一次。部队的这种报道员他们既是兵也是记者，见证盛世记录历史，他们是冲在一线的，最直接最新鲜的记录部队的火热的生活，所以他们是部队官兵的代言人。我们很少能在电视或者影视屏幕上看见他们，我们只能看到他们所记录的这些人和事。所以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只要有部队有活动有行动需要的都要到第一线去，就是部队出现在哪里那我们的报道员就要出现在哪里啊。我这儿还有一组数据啊，在8年的军旅生涯中，邓达共收获了40多万字的新闻作品和37本各类荣誉证书，还荣立了3等功。我觉得应该把掌声送给邓达，非常了不起啊！作为一名部队的战士，真的确实很厉害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在部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我也记得你说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是因为你在部队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在部队好经常去边海防去采访，有很多的大龄的戍边官兵，他们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好，就到了30多岁了都还没有结婚啊，因为部队本来就是战备执勤比较多，所以婚恋的机会只有等到每年探亲休假的这个间隙才有可能跟地方女青年去接触，而且有时候这个部队不是每年都可以休得成的啊，一些哨所啊他们的人员编制本来就不多，战备任务又比较重，所以经常被耽搁。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观察所的副所长，他到了35、36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哎，唯独有一次这个快成了，结果呢给这个女孩送礼物的时候邮寄包裹出了问题，结果让那个姑娘等了好久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通信也不便，最终这段感情也没有维系下去。像这么扎心的这些例子啊，在一线的戍边前沿啊还是有不少的，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有机会哈，可以帮帮这群可爱的人啊，帮帮我们这群兄弟们，让他们在戍守边关的同时让自己的情感让自己的家庭也可以更幸福。邓达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可能一方面社会上大家对军人很尊敬尊崇和热爱，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顾虑婚后的两地分居的生活，所以呢不愿意把爱情的绣球抛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们。但是我们军队军人的婚姻的稳定性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的影响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部队的政治生活也好，当地的政府也好，对官兵们的婚恋生活应该说是非常关心的，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经常会举办一些军地的联谊呀、联欢啊之类的活动。因为战士们在前方保家卫国，我们要尽量做到减少或者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邓达那时候在做这些报道，可能涉及到情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故事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种下一个种子，这个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创业的这个原点。2006年我从部队退伍之后啊，就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虽然说这个待遇啊、工作环境啊、包括发展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帮助这些戍边官兵找对象这个事一直放在心里。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好，我要来做这件事儿？我的一个战友小张啊，他年龄比我大好几岁，母亲得了重病啊，医生下的诊断书是时日不多了。那他母亲一直非常牵挂他这个找对象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张又没有对象，找我来商量怎么办。为了满足他母亲这个心愿哈，我给这个兄弟支了一个招，找了一位临时女友啊，让这个姑娘充当我们这个小张的女朋友，然后把他母亲从老家请到了福州，陪他母亲去周边转了转。那当他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跟这个女友发展很不错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虽然这个事情哈圆过去了，他母亲呢也很开心的回到了老家，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是特别大的，使我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去辞职创业。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善意的谎言。对，这种善意的谎言其实透露着是很多的无奈的。是的，所以结合这些情感的因素，身边经历这些事情，再加上在部队的采访那些经历啊，我觉得既能解决我们这些兄弟战友们的一些婚恋需求，也能找到商业的结合点，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成立了一家婚恋公司。那你跟家里商量了吗？放弃稳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可能之前从来没有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父母嘛，老一辈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别说去搞一个婚恋公司，你搞个其他的可能他都会反对。婚恋更加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这个行业嘛，是吧？那个时候肯定是不敢跟父母讲。那身边会跟周围的什么朋友啊一起来商量吗？说哎，哥们儿想要下海了啊，把这个工作辞了，他们都会是什么样的看法？没人支持，因为创业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工作还不错，很多战友们还挺羡慕的，说你现在要干这么一个事情，什么谱都没有就开始干。哎，你那个创业之前你做过市场调查吗？查阅相关的资料啊，去实地了解。你说要现在这么非常详细的科学的做调研，没有的啊，还是凭着直觉吧。更多的应该是直觉加上一定的情感的这个积淀。所以虽然看似邓达好像是挺冲动的哈，勇于来尝试这种新的创新，但其实他在这之前也是有过一部分的这种调查。他刚才讲到一个词叫做直觉。军人的这个直觉非常厉害，他来自于知己知彼的这种自信，这种直觉有的时候就是抢先一步，对于经商的来讲叫先机，对于战场来讲就也是占得一个先机。哎，所以那时候你觉得，我不管是读文章也好，包括看这个发展的环境也好，我觉得这事儿靠谱，那创业顺利吗？创业就没有顺利的。面临很现实的问题，没资金，没品牌，没资源，没影响力，还没经验。他等于是从一个领域完全脱身到了另外一个不相干的领域。那个时候都想融资嘛，向全国各地的风险投资机构去写这个计划书，包括也参加各种创业大赛，经历过半年左右的折腾，发现这个事情不靠谱啊，那怎么办呢？只能脚踏实地去朝其他的方向去突破，那就想办法做影响力，要不就广告，要不就活动，要不就做事件营销。那后来我们选择做创业性的相亲活动。创意性的相亲活动？对啊，做过五绝相亲会，还有什么爱情招聘会、爱情运动会、80情缘的，这个影响力最大。80情缘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当时是跟福州公交集团还有巴士广播网还有当地的都市报几个一起来办的。那前期呢，我们在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广告宣传，引导我们在一个周末有十辆打扮的像婚车一样的公交车在主城区一些主干道去巡游。然后我们这个提前报名的这些相亲的嘉宾就在这个公交车站候车啊，看到这辆车来了之后呢，就是上车，上车了之后我们车上有专业的主持人会引导大家互动，如果这辆车上没有合适你的人，那我们就下车再上下一辆啊，就这么一次轮回。然后最终我们这十辆车开到一个场地再进行线下的这种互动，在车上找到的那到台上去秀秀幸福，没找到的在现场我们继续牵线。做完这个活动第二天大概有上百家媒体有报了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活动其实算是在做知名度做影响力这一块的话一个可圈可点的。你看此时此刻谈到这些的这个邓达跟十几年前背这个新兵背囊坐在车上一脸憧憬着奔赴大城市的邓达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对，军队的这一段的生活不仅让他培养了有一定的文采文学和文化的这种积累，而且他知道目标明确以后如果要奔向目标他要学会用打战法打战术。对，然后呢他在之前他遇到困难，没有资金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他就靠着什么，他靠着军人的那种不放弃不服输的那种不服输韧坚持的韧劲儿。对，我觉得这个是军人品格给予他的，我就是不放弃，对吧？然后我想尽各种办法，我正面攻不上我侧面攻，我来用战法和战术来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确实在部队这八年时间给自己的磨练是非常大的。我经常讲，我说我的体内流淌的是绿色的血液，为什么呢？你看我从当兵入伍之前那就是一个懵懂少年，啥也不懂，啥世面没见过。那因为到了部队，因为到了机关，考了军校，从事了报道员这个职业，走遍了整个福建省的这个边海防，大量的采访，大量的沟通，大量的交流，再加上大量的时间学习，确实开阔了视野，也在这个被采访者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优秀的品质。再加上在部队这个大人物里说特有的那种勇敢坚强坚韧，是吧？不服输不放弃啊，勇于突破，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在我未来的创业之路包括人生之路都是影响特别巨大的。军队的这几年让你得到了不同的磨练，造就了你今天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的，组织部队医院啊学校啊这个单身人群的联谊活动那在工作其他方面运用部队学到的这些本领哈，我们在内部的改革和内部的内控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变革我们在部队原来有几句话叫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保障有力。那我们套用了这些词，为什么要政治合格呢？你看我们做这行业你得讲诚信，你得有够担当，你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不能触碰底线原则，是吧？这是政治合格对员工的要求。那纪律严明就是内控的管理。我刚才在听邓达讲的时候呢，也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退伍军人回到地方然后开始创业然后建自己的公司，我相信因为大家有这种部队的情节，他会把部队的很多作风带到他的企业当中，就像刚才邓达说了，我们在部队的那些口号你都运用到你的工作当中，是实实在在用它来要求你的员工，成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理念。所以邓达真正在回到地方以后，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忘初心，他一直心里装着的就是我们战友们的一些婚姻大事啊。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如今的邓达终于能稍稍松口气了，看着自己的婚恋事业正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他很开心。回想公司创建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帮助身边的战友，如今这个小小的想法已经开花结果了，他感到十分欣慰。今天的成功离不开他八年军旅生涯的历练，他有太多的感激和难忘。时常会在忙碌之余翻看自己曾经的剪贴本，他心里始终装着战友，
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提供最优惠、优质的婚恋服务。我刚才看到你们公司开会的时候，那个白板上还专门写的有对退役军人、对于军属的特殊的优惠，还有什么优先录用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是吗？是的，我们在一线的团队的招聘当中，如果说有过从军经历或者家里有军人、军属的话，我们是优先录用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哈，就是相对来说还是算比较辛苦的，还有工作的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军人的这种品质和责任啊担当，刚好是跟我们这个企业的属性是非常吻合的。有过从军经历的或者有军属家庭的，我们是特别欢迎的。我们现在这个一线很多优秀的骨干啊，就是军人或者是军属。我们作为一个承诺，凡是军人军属找对象的话，基本上都是最低价。另外在做相亲活动这方面，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是部队的需求，只要部队的召唤，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这个红娘团队啊，一定是竭尽所能，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啊，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能够为部队、为军人、为军属提供更多的啊力所能及的服务，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啊。来吧，我觉得应该把掌声送给邓达。你看，邓达他一方面呢是在做着帮助军队官兵解决婚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在公司的人员招聘上面呢又优先的录用军人家属和退役军人，他这是在身体力行的做着一些拥军的工作。邓达他一直在表达一种他对军队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他还是个懵懂青年的时候，他可能想的是个人的幸福，他在部队历练成长，等到他觉得自己有一点经验，有一点经历，可以能为自己之外的人服务的时候，他想到了军队。他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他的情怀在做他的事业。所以我们老说哈，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这个邓达不断的做强做大的同时，他也会说，我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的这些战友们，为我们军队的这些官兵们能够多做一些事儿。因为军人哈跟地方的青年还是有些不一样，可能聚少离多，这个在感情维系方面需要一些技巧，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接下来会组织情感讲座啊，谈恋爱的一些技巧方面，针对官兵量身定做的这一些技能，把它送到军营去。刚才也说了，相亲是个技术活，做这个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传递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来，想在这儿学习的请举手示意我一下。来，你姑娘，小伙子你。场景就是你们从落座开始，第一次见面要吃饭，要了解对方，准备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那个你好，那个你是？我是那个李阿姨介绍那个。哦哦，李阿姨介绍那个哦，我也是。坐。好的好的。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嗯，好，你先说。你叫我小马就可以了，小马。啊，小马。对，小马。啊，小马哥。也行，哦，那你应该比我大一点吧？我28。28岁啊。你呢？你叫我那个小雅就行，文雅的雅。嗯，小雅今年？今年是25岁。挺好的一个年纪啊。对，比你小3岁。对对对，平常来过这家店吃饭吗？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那遇到我了，我班平时特爱吃，你知道吧？我看出来了，我感觉你不仅爱吃，你也特能吃，是吗？美食大家都爱嘛，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那你会做饭吗？稍有研究，那就够我的口味，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啊，那你会做什么呀？就是红烧肉，我特爱吃。哦，红烧肉啊，可是我不太爱吃肉哎，我比较喜欢吃素的。你会做素菜吗？素菜少，素菜确实不是很爱吃那个东西。哦，不爱吃素菜啊。
那你喜欢出去玩吗？旅游啊什么的。偶尔，就是平常吃完饭遛个弯儿，遛个弯儿。那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啊？对面公园可能就是。啊，对面公园呀。对对对。好吧，那你喜欢爱吃肉，但是我爱吃素，这个。其实一会儿尴尬，其实。还吃饭吗？哎，我是服务员。哎，你是李阿姨介绍来的吧？对，李阿姨介绍的。李阿姨说你特别爱吃肉。对。不烧肉要不要要一份？再来两份。来几份？两份。姑娘，你要点什么呀？我要菠菜吧，素炒菠菜。素炒菠菜。对对对。两个红烧肉。对对对。小伙子，那够吃吗？够了。行，好嘞。不过再加我点。我觉得我们俩差异太大了。我觉得是这样，这两个年轻人有一点好。他们最起码能说起来，能有话可聊，这还不错，是吧？但我想他们俩可能出了餐厅这个门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这小伙子绝对是本色出演啊。我们现实当中会有这种类型的啊，确实，我们讲钢铁直男啊，只顾自己也不去为别人考虑。两份红烧肉，我觉得直接就把这段感情给终止了。吃饭现在采用率还挺高，吃饭但是要注意很多，那又有餐厅的选择，尽量照顾离女生家庭近的啊，选择环境稍稍优雅一些，然后安静一些的，去之前可以征求一下女生意见。约会之前，你还是要向你的介绍人或者说自己沟通。的时候也了解清楚对方是哪里人，喜欢吃什么，平时有什么爱好。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尽可能是户外或者是下午茶。吃饭尽量往后排，然后呢就是着装，大方得体为宜啊，不要穿的奇装怪异的，因为第一次约见嘛，这个第一印象是很关键的，尽可能按照主流文化的这个思维啊和接受程度来着装。然后吃点菜，让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可以征询一下女士的意见。如果女士没有明确表达一些特别的喜好的话，那你就正常点。点完之后你可以让服务员给这个女生说一遍菜单情况，征询她这样行不行，是吧？如果行，好，这个点菜环节结束。刚才她就犯错误了，上来就说我要两份红烧肉，人家一个劲儿跟你说人家吃素，你还要两份，你这对吧？这就不行了。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话就是奔主题，别太快啊，不管是你看到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你不要一下就直奔主题，这个问的太多，搞得尴尬的不行。基本上先从轻松点的话题啊入主题，可以聊一下来的路上堵不堵啊，这个天气情况、心情情况啊，表扬一下女生嘛，是吧？感情和这个距离马上就拉近了，啊，再讲这个话题，聊天话题是核心，尽可能提前做好功课，她是什么专业，读的什么书，做什么工作。第一次切记啊，别问太隐私的话题，控制好话题啊，以及谈话的进程啊和这个节奏。然后讲完话题还要讲什么呢？就是聊天的时长，也别聊太长。哦，还不能聊时间长。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就是特别投机也不行，是吗？也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半小时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哦，所以你看看，就第一次见面，刚才邓老师就滔滔不绝地讲了那么多的注意事项，其实我觉得也是相亲的小技巧，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住，能够大家有所收获。来吧，我们谢谢这两位，谢谢啊。我觉得特别开眼界，这知道第一次相亲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我觉得机会难得。来，现场的年轻朋友们，还有没有相亲有困惑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邓达、邓老师。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我是一名学生，之后也想去参军，那我是在学校中找到对象然后再去参军好呢，还是说我去参军之后找一个女兵来谈恋爱好呢？你去部队当兵啊，按照部队的规定，你如果是士兵的话是不能在驻地谈恋爱的，你要找女兵的话女兵也是不能跟你谈恋爱的，你只能等到你们退伍的或者一方退伍人才能谈恋爱。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着急了，是吧？随着军人待遇啊，军人素质的不断提升，对军人的这种关爱关注啊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不用担心哈，这个婚恋问题。但是我们非常鼓励你作为大学生去当兵啊，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儿。真正来到部队你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而且部队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你在部队发展好了以后成为一个军官
那你选择的余地会很大。可爱的人一定会有很多人爱的。好，谢谢老师。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想成名为军嫂，面对异地恋该怎么办呢？其实异地恋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了。现在这个通信设备也这么发达了啊，我们的兵哥哥其实也是特别懂得沟通和交流的。距离啊，不一定就是产生困难啊，也可能是产生美。只要你们沟通的好啊，互相的理解、支持、欣赏，异地恋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谢谢老师。刚才您说办了几百场军地的联谊，像这种联谊成功率高吗？我认为还是挺高的，特别是近几年哈，我们军人的待遇提升了，社会地位也提升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地方女青年特别喜欢军人，特别向往成为军嫂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有“军人依法优先”的字样。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标语和口号。它体现的是全社会对军人这个职业的敬重、尊重和关爱。对，近几年来，包括对军人亲属和家属的医疗保障也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成立，出台了一系列对退伍军人的优惠、优质的服务政策，所以整体全社会都会对军人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说，哎呀，要能够找一个部队当兵的人结婚，把自己这一辈子托付给他，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风气又回来了，很多包括地方的女孩子都愿意找部队的小伙子、部队的军官，觉得这是一份特别能够带给自己踏实的一份婚姻。部队的这个革命队伍里集中了大批量的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同样带来的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军人的身份会在一些程度上带来婚恋方面的一些困难，所以像邓达他们这样的联谊活动的这些方面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我们能够想象你的工作应该是非常的忙碌，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这么忙碌，自己的小家照顾得怎么样？讲这个问题还是蛮愧疚的，确实来说的话，就是陪他们的时间确实不多，父母这边一般一年回湖南就是2到3次，基本上是在父母生日的时候回去，然后有时候清明扫墓的时候会回去一下，还有就是偶尔去湖南公司去看的时候偶尔会回去一下，偶尔也会打电话担心哈，觉得工作压力这么大是吧，也挺辛苦的。特别是我母亲每次都问，你的膝盖好了吗？你这个忙不忙？吃饭了没有？啊，每次通话基本上就这些内容。我爸可能是因为部队出来了吧，这个说话就相对的干脆一些。但是我每次回家，在走的时候，他都要把我送上车啊，他才放心。啊，每次我下了飞机，第一个电话打来的都是我爸。虽然说现在长大了，看得出来他们还是挺为我操心的。走多远，走到哪儿都是父母啊，这是父母这一块最牵挂的。那自己小家庭的话，就是前些年好出差的时间特别多，基本上一年300天左右住宾馆啊，所以陪伴家人时间确实是不多，在有限的时间回到家里工作电话也是蛮多的，静下心来陪伴他们的时间真的很少。我也想在工作没那么忙碌的时候多多陪伴他们，尽可能去弥补。所以把更多的时间拿出来给了身边可能不相识的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不管是父母的家包括自己的小家其实照顾的确实太少了。爱人会抱怨吗？偶尔吧，总体来讲还是很支持的。那你跟他的沟通会多吗？还是比较多的，总体还是比较多的，深度沟通还是有的。爱人怎么看待你这项工作呢？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做这工作了，还是选择理解支持吧。就是你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件工作了。对，其实他知道这项工作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辛苦的、很不容易的。
今天邓达的爱人知道他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我们的老兵你好，有一封信要让我们带给你。亲爱的，见字如面，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虽然有时候因为太累我偶尔也会不开心，毕竟你的时间几乎都属于工作，但在我心里对你坚定的事业和强大的意志力充满了敬佩。我支持你的工作，也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愿你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和宝宝永远爱你。谢谢你，我会尽可能的抽出时间都陪伴你们，感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包容。我们知道平时邓达工作非常忙啊，一心都扑到了工作上，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庭照顾得很少，但是也有很多人能够理解他。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军人出身，雷厉风行，很阳光开朗，而且非常的直率大方。他总是带着一种浑然天成的一种军人的气节，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现在投身在一个幸福的事业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让我认识到对家庭的婚姻的重视，能为国家的最可爱的人，为他们牵起一座充满幸福的鹊桥，收获高品质的婚姻。我们会更加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越来越好，幸福爱常相随。感谢邓达让我们相爱，然后希望邓达越办越好，希望更多的有钱人终成眷属。听到同事们这样的话，包括这一对小夫妻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谢，感动，责任。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公司不断的扩大，当很多年轻人在你这儿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收获了幸福的婚姻的时候，我相信你身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讲句真心话啊，其实我觉得推着我往前走的真的是这份责任。你只有选择做得更好，你只有选择往前走啊，才能不辜负团队的爱，社会的爱。美好的事业本身就是令人心动和令人向往的，也是我们全部动力的所在。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兵，只是现在还在部队。我看见邓达这样的老兵能够用他在部队的所学所得再来回馈社会，我自己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发自内心的要说感谢他们。感谢你们，所以我们在这儿要再一次感谢邓达今天做客我们的老兵您好。通过今天和邓达的聊天呢，让我们对军人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首先我要向所有的军人致敬，向所有的军属致敬。有人说军婚是一场最浪漫的约定，而邓达正在做这场约定的红娘，这源于他当兵的经历，源于他成就美好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向邓达表达我们由衷的致敬。邓达您好，我是王丽，和您一样我也是一名退伍老兵。从加入您的队伍至今，我已成功地为200多对情侣牵起了红牵线，架起了喜鹊桥。您常说作为红娘要有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为芸芸众生寻家旅时的温暖热情，这种情怀是为饮食男女牵情缘时的精准耐心。您常说作为老兵要有一种义气，这种义气是不计成本也要走进军营，走进海岛，为兵哥哥举办联谊会相亲会的执着。千里姻缘一线牵，只羡鸳鸯不羡仙。当戍守边防的军人相遇了心仪的爱人，当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我们的努力而建立，
我体验到了红娘的人生价值。如您所说，快乐者他人的快乐，幸福者他人的幸福。作为您的同行，您的战友，让我们为更多的军人牵线搭桥，感受到他们的幸福。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致敬人王丽。有请老兵步入岁月长廊。开初心之门，八年军旅，你的身影在边防海岛的孤寂里，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里。十年创业，你用老兵的情怀为无数军婚家庭开启幸福之门。冰河，老兵。
我是一个很少回家的儿子。果儿，你现在还是那么妈妈，可是妈妈想你。家，我要飞到三沙为那里的战士们包一顿饺子，跟随伟大的祖国前进。哟，快开始了，小姐啊，我回来了啊。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